日前，景甜和张彬彬自私藤之后再度合体登上舞台。当晚，张彬彬身穿蕾丝内衬，配上黑色马甲，造型十分复古时髦，非常帅气。而景甜则是身穿黑色亮片抹胸长裙，露出她线条美丽的肩膀的同时，也秀了一把小蛮腰，整个人显得非常贵气。在舞台上，张彬彬还壁咚了景甜，两人还有牵手揽腰这样的甜蜜互动，可谓是甜度爆表。不少网友看了这舞台以后直呼磕到了。景甜选择的这件吊带亮片裙很别致，修身设计的版型勾勒出景甜苗条的身线，黑色的吊带与抹胸相连接，看起来既优雅又迷人。穿上吊带裙，露出肩部、颈部和手臂的肌肤，显得更加光彩夺目。张彬彬黑色蕾丝衬衫造型痞气十足，略显凌乱的中长发刘海显得整个人都忧郁极了，与景甜合唱的画面氛围感十足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